这世上什么的命最硬啊？那就是小草啊，不管多大的石头压着它，它都能从石头缝里长出来，它的生命力多强啊！所以啊，你就给我取了小草这个名儿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对，拿着。我觉得把这个格局啊，对调一下，那边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都是这个样子？哥，忙呢。啊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怎么样，辛苦吗？还行。啊，你先忙，不用管我，好。干活。哎，我去那儿看一下。好，进去。辛苦。朋友啊。我大舅子。哎，这女的跟老祖什么关系啊？一起出入学是个同学。哎呦，这么巧，两个人同干一个项目。你还不清楚，这背后肯定是有猫腻的。嗯。你看清楚了。我觉着关系不一般，还动手动脚的。都动手动脚的了？啊。就从我眼前走过去，然后那女的就这样。这不是狐狸精吗？这啊，我还听说吧，说俩人总加夜班，一宿一宿的。加夜班啊？嘿，那这俩……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小草给他送晚饭回来，脸色不大对。咱们家小草啊，不是这狐狸精的对手。是，我得提醒他。塞塞利亚，安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的，干嘛今天这么高兴啊？是吗？哦，对了，安提，送给您的。你每次见面都送我礼物，下次再我都不敢叫你出来了。哎呀，安提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还要跟流水一块加班。哎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们的方案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？怎么还老加班啊？你们已经约好了。
那你儿媳妇心里肯定不高兴。我倒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高兴。别说，她还挺殷勤的，把屋子都给我腾出来了。是吗？那就好。不过有些女人吧，她会掩饰自己，要不然你儿子也不会被她迷了心啊。Waiter。我想问问你，你白天干什么去了？有你那么问的吗？我干什么要跟你汇报啊？不是，您白天是不是去的咖啡厅？您好像跟一个女孩在喝。啊！爸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家呀？有个急活，一会儿人来取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修上车了？我睡不着啊。这些日子，流水他妈没上你们家找茬去吧？还说呢，他现在啊，现在又上你们家找茬去了。别生气，爸给你出这口气，对付这种老女人，你爸有的是招。哼，我跟你说实话。我早就憋着跟他干一仗。爸，你可别吓唬我。什么叫吓唬你啊？哎，你刚才说他现在就在你们家呢。没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很久没来我们家了。哼，他还别让我碰见呢，碰见我好好的调教调教他。哎呀，哎，最近你跟流水还好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。挺好的。我可听说，他身边老跟个女的，是他留学时的同学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爸，我就不爱打听这事儿，你也别老问了。哎，你这，你这孩子。流水在家吗？啊，他在呢。我是他同事。我知道，进来吧。啊，谢谢。请坐吧。好。啊，小经理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公司要求把 C 区计划修改一下，我找不到原版备份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啊，我找一下啊。这是我老婆。您坐吧，谢谢。给您倒杯水啊。
行。嗯，喝水。谢谢。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吃饭了。没事儿。你就是小草吧？老听流水提起你，说你很好，很能干。今天总算见识到了，一个人做那么大桌菜，真贤惠。那桌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有我妈帮我的。以前老觉得流水很独立，真没想到她还能跟这么一大家人住在一起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我跟她是同学吧？她跟我提过的。嗯。找着了，走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先回去修改吧，公司要的很急，明天一早就要交了。这么急啊，辛苦你了。我没事儿，熬一夜就能赶出来。不过关于 C 区跟 B 区的衔接那部分我有点吃不准，可能需要你的意见。那没事儿，你去吧，如果妈很晚需要人接，我去接。麻烦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办法陪你吃饭了。那我换个衣服。奶奶。哎，当当，出去玩别烫着你啊。奶奶，今天来了个大美女，正在和妈妈说话呢。什么美女啊？美女奶奶都不知道啊，就是头发长长的，眼睛大大的那种。还没吃呢吧？要不吃完饭再走。别客气了，时间太紧了。其实啊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，我们经常在一起，连夜赶设计。是吗？以前流水在我们那班同学里面最有才华。我一直以为他毕业后会留在欧洲发展。他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顶级的设计师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他一成了家，就连自己的梦想都忘记了。我倒觉得顶不顶级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他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身后没有有力的支持，怪不得他会变得那么消极。我说赛小姐对吧？那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有力的支持呢？我觉得，哎，走吧。啊，流水啊，你家夫人可真逗啊，竟然管我叫赛小姐。瞧见没，见识到我老婆的幽默感了吧？老婆，我的钥匙给妈了，回头啊你把门给我留着，尽早回来，好了。知道了。走吧。奶奶。嗯。
完成了。啊，希望公司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，谢谢。没有意见，这份设计图就算彻底完工了。啊。等工作结束以后，我们就不是同事了。我还能经常见到你吗？小彩丽啊。咱不是同事了，还是同学嘛，对吧？难道你还想做我的竞争对手啊？你知道我想成为你的什么？流水，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？啊，小彩丽，别这样啊，别这样啊。流水，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？我们重新开始。小丽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可能发展成像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，你明白吗？我误会，我们在一起的那五年，那么多个日日夜夜，难道对你来说什么都不算吗？都怪我太骄傲，总是想等着你主动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比我还骄傲，你就是不肯开口。你搞清楚，不是我骄傲。你听我说，我们之间就是普通的朋友。朋友？我不信，你在骗我，你也在骗你自己，你根本不敢承认这份感情。你不信就算了。没办法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老婆等我。不要走，流水，不要走，流水。别那样好吗？你不要走，流水。别这样，放手。流水，我爱你。这句话放在我心里那么多年，我本来想等你说出来，可是我今天我不管了，如果我再不说出来。我们就没有机会了，流水，我爱你，请你放手。流水，我真的爱你，流水，你不要走。放手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有老婆，我有家，我很爱我的老婆。我们以前没有，今后更不可能有。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你别再自己制造虚假的感情陷阱了，那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的难看。就这样。流水。流水。你这个冷血动物。今天呀，我给一个农民兄弟修车，
非送我西瓜。这么多啊？这农民兄弟实在，我说要一个尝尝鲜就行了，他不干，非送我这么些。来，放边上吧。哎哎哎！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忘了跟您说了，我婆婆啊，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了。成了亲家，我们还没有好好见过面呢。老林，啊，我在这儿，你没什么不自在的吧？我。我上我闺女这儿来，有什么不自在的呀？你没有，我倒是有点呀。一看见你，过去那些事儿一下子就都想起来。妈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，别再提了。爸，您先坐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哎，小草，别倒水了。去切一个西瓜吧。切一个西瓜。去吧。青年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了？那么大的别墅你不住，非跑这儿跟小草他们挤在一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很简单，我要跟我儿子在一起。怎么错了？哼，很简单，真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啊。听你刚才这话音，过去的事儿您全记恨，是不是？要是这样，我闺女怎么伺候你，你也是怎么着。好，今天你跑到他们家里来折磨他，我看您是诚心不想让我闺女过一天安生日子。要是这样，我就不应该让小草进你们刘家门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来喽，走，等等，等一下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爸，您来了啊。哟，林大哥来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像现在这样啊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一看见你们，我过去的事就都堵在我这心里边。到底谁不让谁安心啊？哎，亲家，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不是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了。你瞧你，流水，你也甭装好人。你要是真心啊，心疼我们家小草，就不应该让你妈跑到家里天天折磨她。还有，你外头那女的是怎么回事？哪个女的呀？爸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呀？你跟那女的在工地上卿卿我我，别以为没人看见，那工人全都看见了。爸，嗨，这事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，不是你。小草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不是想报复吗？过去小草在你们家当牛做马，你们还不解气？今天你们母子俩合起伙了，还欺负他呀？你们不想让他一分一秒好过，是不是？你们心里才心里踏实。爸，你别说了。我说，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跟我儿子说话？啊？你到外边问问去，有谁把前夫的妈和孩子带进我们夫家门的？啊？我们就够能容忍的了，你们还得寸进尺，到底谁报谁？啊？到底谁报复谁？不是，哎，亲家，他那，你听我，爸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不是，爸，我说了，你越说越复杂了，这事儿。亲家，如果你嫌我跟当当碍事儿呢，你就直说好了，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。我就够直说的了，求也求了，哭也哭了，结果呢，是你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。照你们说的，我在我儿子家住那是捣乱，那我要不来，这家还不都成你们的了？这说来说去，你倒委屈了。亲家，这不痛快的事儿啊，全是自找的。把心放宽些，这心里啊就没有不痛快的事儿了。要光是因为我们可以走，可是小草和流水呀，是全心全意的迁就你呀。你要是再不知足，那就不尽人意了。儿子，
儿子，你看看他们这阵势啊，你让他们这么欺负你妈妈啊，这还是不是你的家呀？你就这么忍下去吧，啊，你就这么忍下去，这家都成了他们的天下了。这你们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呢？你们几个长辈还有点长辈的样没有啊？啊，几个老的就这么折腾，这么吵，一点破事儿就鸡飞狗跳的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小草，你们的闺女，你们的媳妇儿，啊，你们有没有一丁点为她着想啊？你们就知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啊，为自己着想，想当然，就这么折腾呢？到最后，所有的痛苦都是小草一个人担的，左右为难的是她，最后受罪的也是她。干嘛呀你们？你们要折腾什么？行，啊，全都留下，一个别走。你们要掰扯，掰扯清楚了，家归你们。小草，我们走。哎，流水，流水。来吧。我们两个难得的两人世界，干杯啊！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才会闹成这样。又来了，你看，老婆，你要是再难过，我这点作为可就白费了啊！老婆，咱们家里面呢，情况特殊，你想想看，要把这么一大家子的人欢欢喜喜的凑合着一起过日子，多不容易啊！这是个大工程呀。咱们俩呀，必须得做好打大仗、打硬仗，啊，记住没？那你做好了吗？我当然做好了，要不然话我怎么会娶你呢？对吧？嗯。哎，那个彩彩礼啊，我明白。明白什么？连你爸都不明白你嫁出去的命。我这么跟你说，就算拿100个塞塞利亚来换你，你都不换，对吧？我考虑考虑。哟，谁呀？是家里的吗？啊。你接一个吧。那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呢？有，有什么事儿？能有什么事儿？喂，爸。什么？啊，我们没什么事儿，我们这就回去啊。怎么了？妈带丹丹走了。啊？哎呀！收拾才有地方坐。我们不坐，妈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妈，妈，我知道我妈今天又说了什么过分的话了，让您咽不下气。今天吧，我说话也是重了点啊，您别计较行吗？啊，真的，如果你不回去，你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她多着急，她疯了都快，小草啊。我不是跟你生气，那你也别跟我妈生气啊，我妈那人就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是个好人，真的。我不是生气，你妈也真够固执的，我今天算想明白了，只有我离开，你以后啊跟小草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妈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哎呀，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。当初您对我的误会不比现在深呢。不也没事了吗？对，妈，他就算再固执，咱们一磨，顺着他。对，我相信有一天，他一定会接受我们的。嗯，这房子小，
人都挤在那儿，大家都不好过，只有我退一步，免得你妈以后找借口再跟你们闹，那个大家都消。不，妈妈妈妈妈，妈，您跟我妈都消停了，有没有想过小草啊？啊，您这一走，她连觉都睡不着啊，她会失眠，她精神衰弱，她难受啊，她。对对对，妈，反正啊，现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活的，除非哪天你眼睛好了，能看见东西了，我才放您走。你们俩都别劝了，我跟当当不回去。妈，您干嘛？您不回去是吧？行，流水，你走吧。啊，我今天也住这儿了。我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任性啊？哪有两口子分开住的呀？对呀，怎么能分开住呢？怎么能分开住呢？妈，你看他要跟我分开住啊，你看这事儿多大呀、啊？得了啊！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去收拾收拾，我一会儿跟你们班的一起住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我没走，你们俩真是的，谁叫你不跟我们回去呢？啊，反正啊，您跟当当走到哪儿，我们俩啊，跟到哪儿。哎，真是拗不过你了，你这孩子跟头卷驴似的。哎，他真的是头卷驴啊，但是您呢，是他眼面前的那个大胡萝卜。好了，哎，得，走了，我收拾一下啊，我拿行李啊。都带齐了。之前啊，当当一直闹着要吃冰激凌，你去给他买吧。啊，馋猫，快去快回啊，跟你妈去买冰激凌啊，快去快回啊。流水，哎，妈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小草的过去你是知道的对吧？嗯，我知道。那你知道岳峰也对不起过他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就好。我是看见他走过来的，那时候他心都碎了。流水，他爱上一个人不容易，他已经被伤了一次心了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，妈。我向您发过誓，我这一辈子到死，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小草的事。流水，哎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啊，这世界上啊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我更在乎小草，真的，就算在他爸爸面前，我也敢这么说。妈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哎，走，咱们上车吧。时候那么坚决，像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似的，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。感情是演戏呀，给谁看呢？感情是苦肉计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干嘛？你要吃了我呀？如果你还是我妈的话，你替我想想行不行啊？我之前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搬到这儿来住，我现在明白，你是要拆散我这个家。你到底是谁的儿子啊？你这个家，你眼睛里从来就没有你这个妈。我养了你20多年，你现在可倒好，帮着外人住。外人都比你理解我。妈，你要我和小草怎么做你才满意呢？啊，所有的人都哄着你是吧，让你气顺了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太太平平的过日子，你总是没完没了的，你要怎么样吧？那么自私啊！我自私？我不理解你。儿子，我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干嘛费这么大的心思跟他们相处？
我何必这么委曲求全的跟他们吵？我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认识他们是谁呀？我谁也没有，我只有你，只有你这么个儿子。你现在可倒好，你这么跟我讲话，我算看明白了，我是养了个白眼狼啊。好，我走，我就当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你怎么过，我怎么过，都没有关系。你妈就是死在外面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妈，妈，王水，你还不去追？干嘛呀？你妈舅舅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说那些话呀？这太气人了，太过分了。别说了，快去找你妈呀！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呢？你再不去，天要黑了。快去呀，去呀！妈，你跟当当在家，哪儿也别去啊。放心我吧，别管我了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快点啊！真不该那么冲动。你说妈能去哪儿呢？哎，她以前打牌的那些牌友你还认识吗？认识认识。她那些朋友都不是交心的。其实，你妈心里挺孤独的，除了你和这个家，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找的人。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了。我知道去哪儿了，走。说那些话，阿妈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妈，真的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都是为了我好，你希望我生活的单纯幸福。对不起，妈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。让你爸看看，他走了以后你是怎么对你妈的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走吧。妈，跟我来。这里是我以前的丈夫，他叫岳峰。在他离开的时候，我以为我都快活不下去了。
我老是有幻觉，我觉得不管我在干什么，我在哪儿，他的影子总是在我身边。我觉得他在某个角落里看着我，他看我过得好不好。我高兴的时候，他陪着我一块笑；我伤心的时候，他也会跟我一块难过。人大概就是这样，爱的人虽然不在了，可是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不会忘。妈，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想念爸，你也会时常看到他，听到他，甚至在心里跟他说话。一直到我跟流水结婚前，我又看见岳峰了，他是来跟我告别的，他说祝我幸福。结婚以后我偶尔还会想起他，但是再也没有了幻觉。我知道他是真的走了，因为我找到了新的幸福，他才可以安心地离开了。可是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，梦见他。妈，爸一定是希望你幸福。只有活着的人过得好，爱我们的人才能够安心的离开。妈，其实我知道大家都错怪你了，你搬过来住是因为你很孤独，你希望和流水能像过去一样亲密的相处，对吗？希望管什么用，可能吗？还能像从前一样吗？还能。我不是要抢走您儿子，其实我跟您一样，我很爱他。我们一大家子人能够凑在一块真的很不容易，我跟流水真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和和满满，能够平平安安的一块过日子。妈，您就原谅我们吧，忘了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儿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Thank you.